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最近周深又上快本了，而且呢还首秀新歌剪。周深是个大忙人呢，今年从新年开始活动就没有断过，昨天呢也是参加了快本，而且在节目上首唱新歌剪。那剪这首歌呢也是长歌行的主题曲，这次在快本这个收视率比较高的节目之上演唱这首歌曲，同时也是起到了宣传的作用，也让这首歌曲一天的时间登上了有你音乐榜的第九位。要知道到现在周深的要一起还在榜单的第二名，而且还是三期第二名了。节目加上是电视剧的宣传，估计这次的这首剪又是一首霸榜很久的一首歌。而且在节目中还是有技能，一秒转十八音，一秒转十八音，这个可能大多数人都是一头雾水，就连节目嘉宾都是一头雾水，因此这个还上热搜呢。短短一天时间阅读量就破1.7亿。当嘉宾一头雾水看着周深的时候，周深还一个音一个音的演示出来，一旁的刘宇宁还表示要是这样我也能够搞19个音。如果大家放慢速度的话，可以听出是18个音，但时间不只是一秒的时间了，所以这段也是周深搞笑的一段。不得不说周深真的是个活宝啊，感觉周深无论哪里呢都是给人一个活泼幽默的形象，但是一旦唱歌那些认真的样儿呢一下子就上来了，也难怪被快本的人称之为能随时随地歌唱的百灵鸟。不得不说周深真的是个宝藏男孩，而且唱歌也是那么的出色，希望未来周深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，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哦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，拜拜。